协商中。3月3号买的，收到之后放到冰箱了，然后吃的时候看到里面那个蚊子了嘛，当时我就联系那个客服，他说你要先寄回来，运费要我这边垫付，寄回给我们之后我们再核实了判断这是不是真的，我肯定不可能寄给他。然后他就说那不能寄回来，没办法处理。后面我就找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所，诉求就是我希望他可以立案。